洪都拉斯总统卡斯楚确诊了新冠肺炎，症状是轻微，正在隔离当中。不过呢，十天前他举行的就职典礼，副总统赖清德是率团出席，更有密切的接触。赖清德今天最新的快筛结果是阴性，他也PO出照片，表示自己的健康状况是良好的。洪都拉斯总统卡斯楚上月底举行就职典礼，美国副总统贺锦丽、我国副总统赖清德都率团出席，赖清德也跟卡斯楚握手会面。不过卡斯楚六号表示，经过筛检确诊了新冠肺炎，目前症状轻微，正在隔离当中。至于我国的访团情况如何，总府表示赖清德七号早上最新的快筛结果是阴性，赖清德也特地在 IG 贴出两次快筛阴性照片，表示自己健康状况良好，持续隔离中。那依照规定需要快筛的时间，快筛也都是阴性的，所以我目前其实是很好的。那也跟大家分享，我们在洪都拉斯的时候，其实外出我都戴两层口罩，而且内层是 N95， 个人也没有听见有任何的团员或是随员有身体的异常。那我也主动的关切副总统，那他也一切正常健康。随团出访的总统府发言人古拉斯也强调，全程都有保持高规格防疫，特使团所有人员访问还有返台前检测也都是阴性，检疫隔离期间两次的抗原快筛也都是阴性。全团人员也会在结束的隔离前一天再次进行 PCR 的采检。外交部会持续的来密切注意全团人员的健康状况。现在卡斯楚确诊，总统蔡英文已经请外交部长吴钊燮以及驻红国大使线上关心及慰问。而三号同样在红国有跟赖清德会面的贝里斯总理布里先纽也确诊，总统府同样祝福他早日康复。记者韩英、陈柏玉台北报道。